玩怎么玩？玩什么玩？哇，怎么有这个变形金刚啊？哇，那里怎么又有一只新的变形金刚？就是这个会掉的。这个是什么变形金刚？你还没有变好啊！他的手跟脚，他好像是一只龙哎。哇，你又在里面找什么宝贝啊？啊，那个也是变形金刚吗？这是变形臭屁孩。板球。哎，先把这里收完，等一下你又踩到会跌倒哎。你说这边不要玩的玩具先收起来，啊，你再去用棒球去投篮。啊，那里有投篮，那先把它收好吧。还有积木收好，我们一起来投篮。那你有找到你的篮球吗？篮球，我要棒球。你要棒球？棒球啊，变形金刚还没收好，还有积木还没收好。先拿出来。啊。积木收好，我把桌子收起来。那这一张要丢掉了哈。不要啦。这张也要收吗？还有车车也要收进去吗？还是要收在别的地方？收到旁边啊！哎，这是我的棒球，哎呦，还有那个，收，赶快收好，收这收进去，收进去，全部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好了，准备了没？好。等一下哦，要把那个桌子收。